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台仪器是我们公司代号为 MED240 的 S12 快速脱毛。那这个是我们这台仪器的紧急开关，这个是我们仪器的开关。那么首先呢，打开仪器，看一下操作界面，点击进去。首先呢，看到的是1、2、3、4、5五组数据可以储存。第一个呢是这台仪器的能量，最小呢是1，最大是26。第二个呢是这台仪器的脉宽，从1到15可调。第三个呢是频率，频率呢从1到10可调。第四个是这台仪器的定时，最大的是30秒。底下的呢看到的是这台仪器的制冷，从-40度到-20摄氏度。这边的呢是这台仪器的这个储存数据按键，这个是返回按键，这个是开关按键，然后这个是仪器的总的使用次数，这个是单次治疗的使用次数，这个大写的 C 字母呢是技术清零。